市民大道零检中。卧底是藏在海盗集团里面的海军的卧底这样子，所以游戏开始之前，他会跟海军打一些暗号，就你们自己在夜晚打一些暗号这样子，可以在盘问阶段偷偷打 pass， 然后告诉海军宝藏在哪里。好，现在我要跟我的卧底确认这个身，就是宝箱的部分。如果宝物在蓝色箱子的话，你就做这个动作；如果宝物在黄色箱子的话，你就做这个动作。林姐，哇，身份证、健保卡，有没有成年？成年了，几岁？31。说一下。春生嘛，09嘛，没有酒。手放下，手放下。那我先，我先走。笑什么笑？看林姐，不是啊，我在干嘛？干嘛？你在笑什么？想说你可以这样跳，我刚刚就想笑，我从小都在笑。没有，我刚刚我一放下，我直接看他脚在干嘛。我本来想笑，想说这样会不会大家你们怀疑我？对，你刚刚直接摆出一个没有。那我就先围进宝箱在哪？不，宝物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好快呀！你动作好多啊！平时有可能啊，你就不会有这种 pass， 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笑什么笑？骂我？我的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蓝色，违禁动物超多哎！你平时有在看我吗？怎么看到？在看我 ？OK 哎，我平常就很爱抓。我跟你说，刚刚其实孙生前面有一个怪动作，请说。他摸着，好，太快了吧！再重来吗？还你，我没，我们请吧。我们女士好不好？知道我帮你们。没有，因为你有点怪，是因为你只要骗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恼羞。真的，真的。我没差。